待会你跟在我后面走，不过别跟太紧。什么意思啊？照我说的做就对。米宝为什么会跟在后面？哎呦，嘉玲哦，你说我会犯水劫，结果我怎么看起来是你跟你的零食啊？老师，你针对我就好啦，干嘛针对我的零食啊？你是你夫人。好的啦，余兴节目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干点正经事。今天有位新同学转到我们班。他呢，大家应该不陌生，他就是从隔壁班转来的叶芳玲同学。欸，我好像不会写你的本名，可以自己写吗？哦，可以啊。等一下。干嘛？米宝的名字我会写，我来写。好有同学，哎呦，大猩猩，你好勇猛哦！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